那这里有一只百慕的摄影角，OK，那这里有一只百慕的摄影脚架就，OK，那这里有一只，OK，那这里有一只百慕的摄影脚架，我是觉得，相机的脚架跟影片的脚架，其实我觉得没有差距要太大，反正你都可以拍出好的影片。那，可能最大差异是在，调整高度的时间跟。你在激烈左右偏的时候会有的扭动，那摄影角可能在这个就是一个劣势，但是我们刚好这支剧情片没有会需要用到这种疯狂的 pan 啊，或者是这种神奇的拍摄方式，所以这个也就是也是可以拍出好影片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没有被这个脚架局限到。这里还有一整袋的，那这里还有一整袋的，虽然外面写 DJI，但里面的跟 DJI 完全没有相关。那这里有几个东西，就是有这种雨伞关节，那这雨伞关节也是一样，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弓头鸡鸡的部分，弓头你也可以很容易就给它插上这个雨伞关节，然后去夹任何东西，哇。好，那下一代这个都，那下一代这个是我们的 DJI。那下一代这个 DJI。下一代这个 DJI。那下一代这个 DJI 其实跟 DJI 完全。那下一代这一个 DJI 配件包，其实跟 DJI 完全没有相关的东西。这边就是一堆 Coupo 的一些夹具跟雨伞关节。这个雨伞关节头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因为它可以很轻松的去调整某一个轴，单独调整某一个轴，这有点像双向轮胎的概念，单纯去调某一个轴，而且你这个轴可以去设定是斜的轴，所以你可以去很轻松的去调整斜的轴，然后就是很简单，就是把这。这是 C 夹，C 夹也要多带一些，这样子你要夹在一些门边啊，或是干嘛的，也很容易派上用场啊。你这样子就可以很轻松去组合，然后你可以夹在顺便夹在 C 夹哦，C 角上，然后再插你的相机也是可以办到的。那我带这个雨伞关节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拍摄一个俯拍的一个从上往下拍的一个角度。而且要非常非常高，有点像相机在天花板，然后往下看到，一切事物的一个角度。那那个角度呢，我是如何办到？反正就是用一个大驴角，大驴角，对，没错，大驴角在这儿。就是这个大驴角，啊，这个大驴角就是，啊，就是这一个大驴角。那这个大驴角，然后上面再放一个拔蜡头，再加上一根，这一根就是上了拔蜡头，你这里有一个耳朵。耳朵的部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蹦出去，把你任何东西蹦出去。你要蹦灯啊，蹦麦克风，蹦相机都可以。那这次蹦是相机，反正我们就这样子，反正我们就这样子，然后就把相机蹦到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角度，就是你平常可能要用两只大脚，然后再用一根横杆，你才有办法办到。那我们这次就是直接用一只驴角。跟一只泵杆，我们就把它解决了，而且就是不会阵仗太大。我们除了把我们相机整个兔笼拆掉，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雨伞关节上面，
就插上去，我们就可以再直接把它蹦到一个超级高的角度，真的是超级酷炫。因为我在拍摄前还在想说，哦，我们到底要怎么去执行这一个非常高从上往下的镜头。那我有几个方案，就是原本是想说，哦，我们可以直接用两根 C 角，然后去把 C 夹夹在上面，去夹那个管子啊，直接横的，然后从上往下。那第二个方案就是我们把这个镜头改成手持，然后我就站在床上然后拍摄。然后第三个方案就是这个方案，对，这个方案，看起来是最棒的。哦，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是，社助来我房间，然后看到了，他说顶天立地架好像也可以。然后我想，好像也可以哦。但是顶天立地架就是你要有一些安全的方式，而且你还要有梯子，你才可以把顶天立地架顶在那个横的墙壁跟墙壁之间。那我也没有去特别去。场看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去看说那个墙壁跟墙壁之间到底是实墙还是空空的墙，所以就没有用顶天立地架，最后就选择这一个方案，就是用蹦杆直接把相机往上蹦。那一样，我们就是用了那个刚刚讲的齿轮云台，齿轮云台在这里就是装到我们的这个蹦杆上面，然后我们上面调整角度就变成很简单，就是你可以上去，然后看诶角度微微的不对，你可以再下来微调一点点，然后再送上去。就你变成，假设你用油压云台，那这个肯定就是一个很烂的方法，因为这个会乱整个乱七八糟。那用齿轮云台，整个就省下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调整那个完美的对称的构图，真的是非常好用。反正这就是一个我们从上往下拍的另外一个。一个整套的解决方案，那看起来是还不错啦。那之后应该是会持续用这个方案，因为第一个就是你站的空间很小，因为一只脚就可以搞定，你不需要两只脚还是干嘛的。然后你架设的时间也非常非常的短，就是不用到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就还是会需要时间啦，因为你要拆相机，但是就是省时间，不用架两只脚，然后再横杆这样子。对啊，这个还蛮赞的。然后那这个里面就是，OK， 那这里面就是很多 C 角，然后有这个夹子，大力夹可以夹镜子啊，或者是你要夹一些什么手机之类的，都可以用这些夹子来夹。反正就差不多这样子，整个袋子。